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挖挖节目。今天我们聚焦于一个巨大的政治风暴，乔·拜登的连任竞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第五位民主党参议员加入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的行列，这场论战愈演愈烈。 拜登的辩论表现引发了能否有效对抗唐纳德·特朗普的质疑，而他的团队则坚称将团结一致击败共和党对手。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青等政界人士提议让新一代领袖接棒，但拜登和他的支持者坚决反对。与此同时，他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紧张会晤也成为焦点。 这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搏斗，充满了权力、背叛与未来的抉择。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舞台上，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连任竞选正陷入一片风暴。这场面看似毫无缓解迹象。周日又有一位参议员加入了要求他退出竞选的行列，使得敦促他专注于剩余任期的声音更加响亮。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青成为第五位公开表示拜登应该退出竞选的国会成员，呼吁民主党进行公开程序来选出新的提名人。曼青这位独立人士长期以来在党内有着自己独立的立场，经常对民主党的领导层提出挑战。他在一系列周日新闻节目的采访中表示。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认为是时候将火炬传给新一代了。曼青认为，拜登应该专注于完成其任期，而不是继续竞选。Telegraph 报道，拜登预计本周结束在特拉华州海滩家中的隔离后将重返竞选活动。他的团队也承认党内存在不同意见。 但坚信党内将会团结一致击败共和党挑战者唐纳德·特朗普。然而，曼青警告说，竞选活动可能会对拜登的健康和福祉产生影响。曼青表示：“我真的很担心总统的健康和福祉。”并补充说，拜登应该成为他一直想成为的总统，专注于国家和国际的重大问题，比如加沙战争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能够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有序权力交接，曼青说。这样的呼声并非来自孤立的声音。佛蒙特州的彼得·韦尔奇、蒙大拿州的乔恩·泰斯特、新墨西哥州的马丁·海因里希和俄亥俄州的谢罗德·布朗等四位民主党参议员也表示，拜登应该退出。泰斯特提到。 尽管他感谢拜登对公共服务和国家的承诺，但拜登不应该寻求连任。然而，拜登的主张依然坚定不移。Yahoo US 报道，在接受 ABC 新闻节目本周的采访中，曼青提到：“我们有很多人才，很多优秀的人。我偏爱州长，因为州长不能偏袒。” 他提到了肯塔基州,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和宾夕法尼亚州,州州长乔什·夏皮罗，认为他们是潜在的提名人选。同时，拜登的支持者也在新闻节目中反击了要求他退出的呼声。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卡纳坚持，拜登拥有包括非裔美国女性、蓝领工人和在初选中投票给他的老年人在内的支持联盟。卡纳警告说。 如果他感到被欺负出局，那些选民会觉得他们被欺负出局了。在这一片纷乱中，拜登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滞。根据《The Globe and Mail》报道，拜登计划在本周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会面，这也成为他推迟退出竞选的关键因素。这次会面的时机至关重要，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访问已经引发了不少争议。 内塔尼亚胡应共和党的邀请访问美国，并在国会发表演讲，这被观察家认为是一个挑战民主党的策略。《政治报》指出，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在美国期间会见唐纳德·特朗普。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员的确认，但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正推迟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因为他认为特朗普会给他更多的操作空间。此外， 《国土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会面的可能性很高。然而，这家左翼报纸也指出，随着美国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呼吁停火，共和党阵营对战争的支持也在减弱。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 自十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两位领导人之间在美国对以色列武器供应的问题上，以及以色列在所有一百二十名剩余人质被释放和哈马斯被摧毁之前继续进行攻势的政策上，有着深刻的分歧。拜登表示，入侵加沙南部的拉法将越过美国支持的红线，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我们不是美国的附庸国”。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拜登竞选团队坚持他不会退出竞选。竞选主席詹·奥马利·迪伦在接受 MSNBC 的陈乔节目采访时明确表示：“你一次又一次的直接从总统那里听到，他参加这场竞选是为了赢，他是我们的候选人，他将成为我们的总统，连任第二个任期。” 这场民主党内部的争论和权力博弈，无疑将为美国政坛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变数。拜登是否能够在这场风暴中坚持下去，重燃选民的信心，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这场激烈的选举战中，民主党内外的各方力量都在试图左右未来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连任竞选面临着来自党内和外部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和其他政治人物的呼吁，要求他退出竞选，以便让新的候选人能够参加二零二四年的总统选举。这一呼吁主要基于对拜登年龄、健康状况的担忧，以及对他能否有效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质疑。 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加入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的行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曼钦是一位独立参议员，尽管曾经是民主党的议员，但他经常对党内领导层持批评态度。他在一系列周日新闻节目中表示，拜登应该专注于完成其剩余任期，并将火炬传给新一代的领导人。 他还特别提到，公开程序选出新的民主党候选人将有助于团结党内和吸引更多的选民。拜登的健康问题和能力在竞选过程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八十一岁的拜登在此前的辩论表现中被批评为不够有说服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对他是否能够进行一场成功竞选的质疑。 尽管如此，拜登和他的竞选团队仍然坚持他将参加二零二四年的竞选，并且有能力击败特朗普。拜登的竞选发言人米亚·艾伦伯格强调，民主党最终将团结一致，共同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此外，曼钦和其他民主党议员指出，拜登的退出将使他能够专注于处理国内和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如加沙战争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这些议题需要总统的全神贯注，而不是被竞选活动分散注意力。另一位重要的参议员，佛蒙特州的彼得·韦尔奇，也是首批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的人之一。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拜登应该为了国家的利益退出竞选，以便党内能够选出一位新的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其他如蒙大拿州的乔恩·泰斯特、新墨西哥州的马丁·海因里希和俄亥俄州的谢罗德·布朗则持类似观点。拜登的竞选团队和一些支持他的民主党人则表示，他有能力完成任期并成功连任。拜登的竞选主席的詹·奥马利·迪伦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强调，总统决心参加竞选，并相信能够赢得选举。 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会面也成为近期政治焦点之一。这次会面正值民主党内部对拜登是否应该退出竞选的讨论达到高潮之际。内塔尼亚胡的访问引发了一些争议，特别是在民主党内部对以色列政策的支持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观察家指出，内塔尼亚胡的访问可能被共和党用来挑战民主党的政策，并增加其内部分歧。 总的来说，拜登是否会退出竞选仍是一个未解的问题。但无论他最终的决定如何，这一讨论已经显示出美国政治中不同派别和利益之间的复杂动态。民主党内部对未来领导人的选择和战略的讨论将继续影响到二零二四年的总统选举。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观众朋友们，请各位想一想，拜登总统可是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老将，像个老虎还能咬。曼青那些呼声其实是他自己政治野心的表现。 拜登可是打败过特朗普的男人，我们需要他的稳定和经验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历史上，那些成功的领导人，像丘吉尔，都是在年老时期带领国家走向胜利的。楚天叔，你这么说，好像拜登是个不死的凤凰啊！ 但是现实是，拜登的健康状况让人担忧，他的辩论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就像电影《超级老爸》中那位老爷爷，总有一天你得承认他不能再跑来跑去了。年轻一代的领导才能带来新气象，否则我们就像是骑着一匹老马，还希望他能赢得赛马比赛。琪琪，你可是忽略了拜登的执政经验和人脉网络。 他在国际社会拥有深厚的影响力，就像一个老练的外交官，他能够迅速应对国际危机。再说，他的竞选团队可是强有力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团队像是个钢铁联盟，为什么要放掉这种优势呢？让一个新手来接手，难道不是给特朗普送上大礼吗？哈哈，楚天舒，拜登的钢铁联盟。 怕是锈迹斑斑的钢铁吧。年轻的州长像乔什·夏皮罗和安迪·贝希尔，他们才是民主党的新希望。就像《哈利波特》中的凤凰社，一群年轻有为的巫师对抗黑魔王。我们不能一直依赖过去的老将，时代在变，我们需要能够理解和应对新问题的新领导，而不是一位每次发言都让人担心的老总统。 琪琪你的年轻巫师们还需要更多的磨练和经验。拜登就像一个老牌乐队的主唱，虽然老了，但是一上舞台就能引爆全场。看看拜登的政策成就，比如基建法案和气候政策，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绩，是新手们难以立刻复制的。你要知道。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领导者都是在晚年达到巅峰，比如老罗斯福，他在晚年二战时期可是带领美国走向胜利的关键人物。楚天说，老牌乐队的主唱有时候也该退休，让新一代接班。拜登的政策成就无可否认，但他的健康和活力已经不能胜任未来的挑战。 就像《指环王》中的甘道夫也有退场的时候，否则只能成为负担。新一代的领导将带来新思路、新活力，让我们的国家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重新焕发活力，而不是继续依赖一位快要退休的老将军。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大家瞧瞧，咱们的老拜登又成为焦点了。这不，第五位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青再次呼吁拜登放弃竞选，专心搞好剩下的任期。你看，这年头做个总统可真是操碎了心啊！八十一岁的拜登还得一边忙着竞选，一边被人念叨着要传火炬给新一代。这不，曼青沉痛地表示，是时候了。 是时候把火炬传给新一代了，听起来有点悲情，但也挺有诗意。拜登团队也不示弱，强硬回应：我们是一个庆祝不同意见的党派，但最终我们会团结一致，击败特朗普。这话真是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估计拜登内心戏十足，内心 OS：大伙儿都别闹，我这还没准备退休呢。不过， 也难怪呢，毕竟老爷子的辩论表现确实让人有点捉急啊。可拜登自己表示，已准备重返竞选活动，要继续扛着火炬打败特朗普。拜登，你行的，别怕。再说咱们的西弗吉尼亚州独立参议员曼钦，这位老兄年初才从民主党退党，成了独立人士，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做个自由人了。 他不但呼吁拜登退出，还提议搞个公开程序，换个新人选。这话一出口，肯塔基州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和宾夕法尼亚州,州州长乔什·夏皮罗立马成了热门人选。曼亲这话真是石破天惊啊！不知道拜登听了会不会一口老血喷出来。接下来，我们得说说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这对老冤家了。 拜登原本计划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再决定是否退出竞选。这场面有点像电影里的大对决。不过，拜登这次没打算做顺从的附庸国，而是准备与内塔尼亚胡面对面来一场激烈交锋。想想也是，作为美国总统，不能让对手看扁了。 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也不简单啊，带着人质家属来推销以色列的战事，简直是要把美国的支持榨干到最后一滴。至于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会面的传闻，真是让人想起宫斗剧的套路。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希望拖延时间，直到美国大选后，这个策略简直奸诈的让人拍案叫绝。 看来这次拜登和内塔尼亚胡的会面注定火花四射，拜登肯定要好好显示一下美国总统的威风。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曼亲对拜登辩论表现的批评，简直是辣手摧花啊！曼亲说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无法挽回，这话听的人有点心酸。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力挺拜登。黑人核心小组和西班牙裔核心小组的成员继续表示支持。拜登团队坚称会团结一致对抗特朗普。这场民主党内的戏码真是精彩纷呈，斗争激烈，看得人目不暇接。拜登能否再次站上总统宝座？民主党又能否团结一致击败特朗普？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也许结局会像一部好莱坞大片那样出人意料。美国政治啊，真是活脱脱一部现实主义大片，永远充满戏剧性和意外。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do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